高志航，原名高明九，字子恒，改名叫高志航是后来的事儿了。他死后有三个坟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南京，一个在东北通化。这三个坟都没有骨灰，只有所谓的衣冠冢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怕是绝无仅有的。高志航的故事离不开飞机，我们就从这架日本飞机开始吧。他奶奶的，小鬼子的飞机怎么撩到我这嘎达来了？大当家的，兄弟们等你发话。可是要惹大麻烦，住北安的小鬼子指正跟他们咱们过不去。那看怎么说呢，这怎么也是大买卖，咱砸十个响腰也顶不上这一架飞机啊！那张小六，稀罕这是飞机的，那就干他！一炮头，二炮头，哎，给我瞅准了打！我只要飞机，不要人！啊！这瘸腿驴早该淘汰了。淘汰啊！这雅克飞机可是老毛子的主力战机啊！你可拉倒吧啊！你说的那是雅克三，这可是雅克的祖宗。人家日本的六九是已经配上20毫米火炮，他呢啊还是两挺轻机，这搁天上碰见了，那不给人挠痒痒的吗？明九啊，明九。俺就聋了，高明九，高教官，喊你的吧。徐教官，我跟您说过两回了，我改名了，我叫高志航，去法国之前改的名。花名册上写的高明九，习惯了咋的？那这样事不过三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叫错，老子就是哑巴。高志航哟，少帅招呼你呢，别跟我扯犊子，你这麻溜的把自己整干净，你别动我啊。少帅找我干啥？这年快过年的时候，张学良宣布全东北易帜，也就是换旗。张学良不再是东北王了，南京的蒋介石封了他一个东北边防军总司令，还是东北最大的官。这块宝地啊，不光俄国人惦记，小日本子也惦记。现在东北向南京称臣了，南北连成一片，我看这帮犊子玩意儿还咋下口。那老蒋就不惦记了，要不称臣，少帅早晚死在老蒋手里。你把话说明白的，你就瞅瞅啊，彭玉祥、阎锡山、白崇禧、李宗仁、潘不举，哪个老蒋没掰扯过啊？法国一个教官跟我说过呀，
说军人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子弹上膛了，枪口不知道冲谁。别信那个啊，谁给发赏银听谁的。你上课咋不教这个？我妈说的。啊，那咱妈还说啥了？还说你要在哪儿跌倒了，别马上爬起来，啊，先看看地上有银子没。哎呀，你捡着过没啊？这招不灵。要是日本人给你发赏银呢？ 你这枪口冲谁啊？啊，都坐下，坐下。本人受侍以来，对家父旧友辽佐，无不推心置腹，虚中年呐。尤其是对二位，汉卿我更是崇敬有加，共事也是最久的。私交之毒，无以地困啊。这杯酒，我代家父。 敬给二位，今后东北之事就全仰仗二位了。他又没请我，证件。 大烟了吗？快一点！我证件没带，赶紧的。给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没带证件，来来来，通融一下。你谁呀？飞鹰队高志航，奉命觐见总司令。对不起，今天不比往常，没有证件，一律不许进入大帅府。我说了，是总司令要召见我，让开。副官有规定，没有证件，就是连这蛤蟆也不能放过去。 可他不是蛤蟆，他是高志航。跟我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先来我这儿，太客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大帅生前多次跟我提过白帝城托孤的故事，用心良苦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是那句话，雨天我。 忠不出位，我做他想，一心只辅佐你少帅。林哥所言句句肝胆，这正是我要想说的。汉卿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林哥就是你的左膀右臂。对。 <笑>好，来干！多谢二位，干！长官，飞鹰队高志航奉命报道。谁让他来的？也不挑个时候。是总司令昨天吩咐的。让他等着，我有要事。是。来，吃菜，吃菜啊！啊。 总司令有重要客人，稍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啊，放开我！混蛋！干什么？奉长官之命，杨雨婷、程银怀反对一致，阻挠国家统一，立于处死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所以说，人生如戏。好，那个小六子，你，我跟大帅几十年了，以大帅的意思，东北我可以当半根家。林哥，你我相交甚厚，情同手足，但为国家计，你必须死。我，你放心，家中后事，老嫂子，包括你在国外读书的孩子，我会尽一份私情，让你全无牵挂。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？你错就错在，把我当成了扶不起的阿斗。就算背后我出言不逊，可也罪不该死啊！那我再说一句，东北意志合影那一天，你拒绝合影，当着众人的面拂袖而去，还
你故意放了个响屁，放响屁那是资格，就是在你老子面前我也照样放响屁。所以说我要这种你就真诚而走了，你打！ 做了你，就无法同你三军。韩青，等等，他杨林阁新村反恐追赶办时，可我查理环为什么？陈建宽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我死也要死个明白。那好，你口口声声和林阁是莫逆之交，死到临头，你还不忘卖他？ 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怕惹我生气。那是长官之间的事情，但是杨长官对我有知遇之恩。说来听一听，在去法国学飞行之前，预选名单上没有我，是杨长官力排众议，向您举荐过我。嗯，想起来了。 有这么回事儿，不过我没有同意啊，所以杨长官让我用法文给您写信。为什么非要用法文呢？说了你会不高兴。哼，说吧，趁我现在还有心情。他说您认得几个洋文，用法文给您写信，等于是直接拍您的马屁。 是马屁，学生平时回答。我喜欢听真话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是有点欣赏你了。刘副官，是。杨长之死，以本司令的名义草拟三份文稿：一，传南京和友军；二。 告全国各大报馆。三，在东北全境张贴。是。拍马屁的，有。嗯。杨长之死会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。在没有公开之前，你把嘴跟我闭上。 是，对不起，长官，我能抽支烟吗？对不起，不是说给长官的。是，你去一趟黑河，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甘东郡在那儿修了一个机场，扔了好几年了，你去看一看有没有恢复的价值。是。还有啊，那儿的土匪头子。 叫于青山，前几天打落了一架日本的新式飞机，他们派不上用场，想和我们做一笔生意，我答应了。200条枪，10万发子弹，外加10000现大洋，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。是。除了说是，你还会说别的吗？长官，您太赏脸了。 土匪也配合咱们谈条件吗？你别忘了，我家和土匪沾亲，我爹就是土匪出身。那您可以命令他们上缴，而不是交易。
余青山要能听我的，就不是余青山了。那就狡辩他们。为了一架飞机和土匪掐架，我怕玷污了东北军的名声。再说，东北全境土匪有十几万，我不想和土匪结怨。明白了，除了机械师，我要多带几个人。人你随便点，点谁我给谁。 别人怎么回来我不管，我希望你从天上飞回来。此刻的高志航能想到边塞之行的凶险，但却想不到凶险之外的燕韵。 少帅府的副官跟我说，说杨雨婷、常银怀就死在大洋上。啥意思？少帅一开始不忍心呗，抓心挠肝的。这余夫人呢，就把少帅叫到跟前了，给了他一份大洋。少帅连治了三次，全都是字儿，啊！这才把咱俩请来赴的鸿门宴。哎，完喽。 咱俩这点小命儿，就送给土匪了。我这，哎呀，又是字儿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拿过来呀！说点好听的，争取活着回来。长官，刘副官，啊，一会儿你带着车队啊，顺这条路一直往上走，大概10公里吧，会有一片更大的林子，把车停进去，然后把车上的枪栓都给我卸了，找个僻静的地方埋上，晚上7点我在赫河护港等你。是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么大片林子，埋东西不等于大海捞针吗？长官，我会用指北针。 确定方位，然后在树上做个记号。行了，去吧。是。等等。哎，说咋的，嫌你能耐啊？啊？宁九啊。 我记得我上校的命令比你早半年吧？好，好，好，算我说错话了。但是我的意思呢？你是我教官，是吧？哎、凡事儿啊，要和我商量啊。哎呀，这商量都有点过呀，应该是向你请教。这还差不多。可那是回奉天以后的事儿，在这儿你得听我的，别不服气。 这可是少帅亲自下的命令。停！欢迎欢迎！咋整这么大排场啊？人家好心好意，帖子都发出去了。停停坐，停坐，停坐。 诸位，请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这个俺们黑河这旮瘩呢，乃边塞不毛之地，鄙人是民国12年当的县长，从未见过朝廷的人远足到此。这个今天到场的呢，都是。 黑河这旮瘩的各境名流啊，为了欢迎三位军人的到来，
让我们共同举杯来。干杯！谢谢。来。哎，你吃两口就先走吧。弟兄们怎么办？天儿多冷，总得找个地方住吧。咋的？我是领你们出来散心来了，要不要找个娘们儿？啊？就地买锅早饭，记着，送咱上堂啊。江先生，哎，我的属下有军务在身，让他先行一步。啊？哦，吃点饭走吧。不用了。江先生，啊，我们此次突然到访，你添麻烦了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没什么麻烦的。在你们来的路上啊，省里的一位要员就跟我交代了。黑河这旮的地面上我很熟啊，你们不就是看一眼日本人修那个破机场吗？过一半天，我亲自陪同前往，怎么样？这看机场是个小事儿啊，我呢是想早点见到于青山，跟他有笔买卖要做。哦，这个做什么买卖呢？嗯，上边没交代，我可不能胡说呀。哦，你别说，我也别问。对了，对了，您对这个于青山他了解多少？这个于青山是这一带的匪首，绰号老头票，旗下有个千八百人。哟，那人不少。悍匪呀，连我这个县长都得让他三分。哎呀，乡县长谦虚了，谦虚。真的，要这么说来，这个人他有点意思。这个于青山呐，深居简出，神出鬼没呀。您的意思是？啊，不过既然高队长，想见他，我可以通过当地的一位皮货商给他捎话，啊，保证不出三天，让你们见面啊。三天太长了，我想明天就见他。这，哎呀，本想悄悄把事儿给办了，现在好了啊！这全黑河都知道奉天来人了。咋着？担心于青山生变了？我是担心日本人。啊，从这儿往东啊，100多公里，就是北安，那儿啊有一个日本人的护路中队。哎，你好好走路，绕啥圈儿呢？哎，我觉得啊，你想多了。那中东路条约上写着呢，他们只能在铁路两边啊，方圆几公里的地方活动。啊，那我说你这人，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呢？啊？哦，那小日本子是你生的，都听你的，可到边给你站岗。我有一同学给我写信，信里说了，说这两年呢，日本人一直在跨境挖煤，哎，上报的是500多吨每年啊，可其实呢，500万吨，哎，那都是少帅的事儿。嗯，我现在只想，女人呐就挖上了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这女人有啥好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觉着这酒啊，有的时候比女人更好。你们法国教官教的？我爹说的。可要找我的，咖喱呢？也要找我的咖喱呢。吃完了就来。锅炉打的锅也他妈个几年。嗯，是不是吧？别急了，锅炉的，找个鸟我能听懂的，说啥呢？
说那姑娘叫格丽尔，是卖皮货的。哪个？格丽尔。你说他们这跳的是啥舞啊？啊，这叫康康舞。哎呀，我咋觉得来到国外了呢？这旮瘩叫黑河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啊。老俄来回溜达那正常事儿，行不行？别个土鳖似的。我就说嘛，咋这么多老毛子呢？哎，这嘎叫啥呀 ？Blagoveshchik。啥呀？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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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舞跳舞跳舞！哎呀，我整不了，整不了这个。来，咋着？这儿，来，这儿啊！哎呀，来，行了，我不整了，你整吧。Vous dansez très bien. Merci. Avez-vous passé du temps en France? Ah, je connais toutes les rues de Paris. J'ai pris mon baccalauréat à Paris. Et vous? C'est là-bas que j'ai appris à piloter. Donc vous êtes? Je suis pilote de chasse. C'est un métier très passionnant. Merci. On s'est peut-être déjà croisés à Paris. Impossible. Et pourquoi pas? Ici-bas, rien n'est impossible.Je ne pense pas à la coïncidence. En quelle année étiez-vous en France? 1925, en hiver. J'étais diplômée cette année-là et je suis repartie à Saint-Pétersbourg. Ah, mais au moins on peut se rencontrer en Chine. Remercions le destin. Votre français est meilleur que le mien. Peut-être que vous parlez mieux chinois alors. Mama hu hu. Mama hu hu.够用了。没想到，你这个家伙在地上出手还挺快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啥意思你不知道啊？啊？啊？女人，如果碰到好的女人，就要盯死她。抱紧！哎呀！啊，死活不放！哎呀，你快放！不放！别抱紧了！哎啊，你就应该带他回来过夜啊！谁啊？我说谁呀？啊，那白鹅小娘们呗！哎，这姑娘，哎，那体型还挺好的。哎，那姑娘，她不是用来过夜的。不用过夜。干啥呢？当老婆。哎，又来了。行了，不搭理你了。那不叫过夜，叫过日子。晚安。徐峥，晚上搂着自己好好睡啊！枪都放下。高先生，冒昧了。我就是你要找的余青山。
你也不老啊，啊？怎么管你叫老老投票呢？这旮瘩百姓抬举我，送的名号，让你见笑了。不过挺霸气。匪气吧？不瞒你说，头些年我也进过学堂，读过书，本想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可那年头他妈兵荒马乱的，我就上山当了柳子。啊，对了，是那个皮货商给捎的信儿吧？向子鹤答应你的是吧？这老犊子，跟他们日本人勾勾搭搭的，埋汰，我信不着。不瞒你说，从你们进入黑河这围子，我们就把你们盯上了。大晚上找我，想咋的？不咋的，今天晚上我就想看你的货。扯淡的吧你！你空口白牙，我就信你是于青山的。这好办呢，客栈门口就有一张通缉令，上面有我照片啊。看看去。开门去。这通缉令是一年前出的，你到现在还能逍遥法外？哼，这就叫官匪一家。带路吧，高队长。哎，不怕我给你设埋伏？怕我就不是老头票了。你们少帅要的是飞机，我带的人有三个是炮头，就算走火也能削在你腰眼。带路吧。高志航的这段历险故事很多人都知道，不知道的是东北土匪的黑话，比如土匪的头叫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下面是里四梁外四梁，什么炮头、凉台、翻垛的、秧子房、花舌子、插签等等，这都是那个年头的事儿了。当当家的没有强栓，我们让人耍了。别吵吵，要是我也得把枪栓卸了。老套套，咋个意思啊？我要的是汉阳造。大当家的，这个老套组合的就是汉阳造啊，俩名一个意思，就像于青山和老投票似的。那我要了。别急，还有呢。这是德国产的快慢机，你们管它叫盒子炮，你应该喜欢。带劲。哎，真货。买卖成交，让他们卸货。大
的丫说了，现货。哎，把机箱架上。云先生，买卖是这么做的。老子是飞行员，开飞机的，你别逼我啊！非逼我当回陆军，拿你练练手是吧？这啥意思？大哥，二当家的，谁让你来的？回去，兄弟们，撤！撤！高队长，我听你的，给我们带路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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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机翼上有两个洞，副油箱坏了。最多两天，我肯定让它飞起来。有把握吗？差不多。跟我说话别差不多。好，我保证。两天。这还差不多。不是两个洞，是三个洞。在哪儿呢？还有一个洞在飞行员身上。往下说，大腿动脉让干穿了。算你蒙对了，是小肚子。这么说，这飞机不是打下来的，是迫降。我的弟兄爱吹牛，其实自个儿掉下来的，也该着他们点子背啊。贴着山头飞，脸都看清楚的。我的炮头用的是炸子，一顿突突。把小鬼子后背掏了个大窟窿，抬下来就别过了。哈哈，你和你的副手从现在开始加班加点，吃饭拉屎我都给你算上，给你15个小时。我后天一早要起飞，明白了吗？少校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要在这里起飞？于青山。货郎屯有个废弃的机场，对吧？等我的人把飞机修好以后，你让你的人把飞机给我拉到那儿去，我们在那儿交易。知道他多沉不？你拿我当孙悟空啊？你啥意思？就搁这嘎交货？不行。这嘎的人都知道，我老投票说了就算。我不是你们这嘎的胆啊！我的脾气你也不知道。老子说一不二，如果我不能把飞机开回去，你别想拿到，拿到了你也没有强栓。听高了，我再忍你一次。进。向子鹤的车来了。今天我有点事儿，你自己一个人去机场吧，机灵点啊。不会是和葛丽尔约会吧？莫对长官妄加猜测。其实这事儿吧，他也得看命啊。我只知道葛丽尔是个卖皮货的。可是这街面上有38家皮货店，找起来它不容易。我在这的时间又短，理解一下。你还真看上这个白俄小娘们了？是姑娘，在我眼里都一样。姑娘。哦，行行行，就算是姑娘，你的意思是我去看机场，你在家搞女人？是找女人。像你这种人呢，可能是一辈子都不会明白。当一个男人碰到他真正喜欢的女人的时候，轻易不能放弃。别在这站着了，干活去吧。
等我给你下命令吗？说是。嗯。好，走吧。啊，高队长另有任务。哎，高队长，俺们这嘎达地面挺乱的，要不要给你找两个保镖？不用了，有这个就行了。行。你好，我叫高志航，我们昨天见过面。我们昨天见过面，我们一起跳舞，我们。长官，人找着了？吓死我了！找着了，在正阳街克星龙贸易商行。你确定是他吗？我确定，高鼻梁，蓝眼睛。谢谢长官。